陆丰啊？边度边度啊？陆丰啊？陆丰嘅咩县啊？唔知喎、啊，妈祖喺上面。我哋转眼就嚟咗陆丰啦。欢迎收睇《于高艾高》，当归如上鸡，我系龟仔。继续广东省自驾游，本集预告，我哋由汕尾出发，经陆丰、普宁去到汕头，全程零高速140公里，车程3小时。顺道参观埋仲有人住嘅小村落德安里，同埋金碧辉煌嘅城隍庙，两个景点都好近，而且车到门口，免费入场。去到汕头到访咗一个唔似公园嘅小公园，喺广场渡轮体验一蚊鸡过大海，沿海嘅风景好靓，嚟到汕头一定要体验下。分享3次20多元嘅buffet，你估下有咩食？睇埋落去啊 ！Let's go！ 系个厕所唔系干湿翻嚟咯。唔系唔系，干湿翻嚟，冇干湿嚟。呢间橙子丝，吉子丝公寓，深圳住过2次，呢间靓啲。深圳嗰啲个厕所唔得，我记得，但系房都 OK 嘅，系个厕所唔得。呢度就房同厕所细啲，但系 OK， 因为我哋住最平啊嘛。92元啊！系啊，我哋住咗而家呢间橙子公寓啊，喺呢一栋度。呢度一辣都有好几间啊，吓维多利美、格豪菲林，好旺啊！呢条城市都。你第几次食 buffet 啊？今次第3次。今次上嚟。第9日到啦，食第3次 buffet， 哇！澳门香啊，好似点评有32元优惠，正价都系33元啫。11点先开始啊，而家未够钟嘅，其实仲有10分钟，有呢啲糖水啊、粥啊，呢个应该南瓜米啊、玉米啊，啲包点啊、红豆包啊，哇，好靓喎呢个！有呢啲汤水，呢个22元啊！原来要埋呢个燕窝就25元，都系加多3元啫。白饭呢啲嘢啦，呢度有沙律啦，啲凉拌嘢啦、炸嘢啦、生果啦。跟住呢個麻婆豆腐啊，哇！呢個幾得意喎，筍莴筍啦、蓮藕啦、青椒啦、番薯仔、西蘭花。素滿香於2012年創立，全國多省市開辦咗近百家分店，潮汕一帶已經有10多間分店，離開潮汕不妨試下。個樣好靚，佢擺款擺得都幾靚。22元，哎呀，有呼应啊，有呼应啊，冇嘢冚啊，不过衰在冇嘢冚。现场所见菜品丰富，店面装修光猛舒服，人客算几多下？大家都喺度拍，因为未开始食得未够钟，要搭正11点先开。好，差唔多可以起楼食得啦，啲人都开始食嘢啦，我哋都唔客气啦。个范围都好多嘢食噶，其实就系喺呢个范围里面啦。厨房喺呢度，哇！呢个系普宁豆腐，呢个系糊沙，板沙糊，板沙糊系啦，呢个假扮鸡翼嘅，几似鸡翼啊个样。饮咩汤好啲？我食嗰个粥都 OK 喎。唔系，啲人喺度影多个，有好多人都系影嘅喺度。真系得啦，浓味冇乜油，冇乜油系啊。22元咁都唔得。汕头德安里。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方耀甫弟，始建于清同治10年1871年，超过150年历史。呢度适合自驾游喎，好多停车位喎，系啊，免费停车，好多人都系拍喺度。全景图，呢个仲有人住嘅古旧小村，正进行修葺翻新，顺路经过，所以过嚟睇睇。啱有大航嘅团啊，第60车啊，又系嚟呢度参观啊。上车去睇你个样子都唔会自己嚟游，佢话你一定系团友嚟嘅。系咯，冇团友。头先嘅司机立我哋上车，以为我哋系团友。3日2夜，1000元啊，计埋呢个导游费，
但我哋就玩咗八日，去到而家為止，平均每一日一個人125蚊，加埋酒店啦已經。呢個有兩個四合院喎，呢度一個，跟住出邊仲有一個，呢有個古玩城。呢度三宅雙連房屋773間。Hello。地面积6.3万平方米，外资户债河，是广东大型府邸建筑组群。一公里外仲有一座城隍庙。城隍庙啊，呢度就系门口有少量车位啦，啱20个车位到啦，20几个车位。好，城隍庙去睇下啦。城隍庙好新喎，佢应该唔知系咪翻新过咧，最近。国泰民安，户户欢，风调雨顺，家家乐。冇签球竟然，城隍庙冇 Q 冇签球，比较特别。你找不到呀？城隍庙装饰色彩丰富，无论屋檐、屋脊、柱子、墙壁都有各种雕刻，富有观赏价值。系咩？但系好奇怪喎，呢度冇签球咁得意嘅，系咪你冇睇清楚啊？系咯，煲靓啊！佢呢啲睇下金碧辉煌噶，啊，全部整得好靓。睇下公仔整到几靓。嗯，咩钟楼？通常另一边就是鼓楼。哇，这个城隍庙好靓喎！哇，系咁打黐嘅，真系大吉啦！好，走人啦，几靓，好辉煌喎！呢个城隍庙。咁就系咯。系啊，我头先话里面都有好多人物啊，我里面都影咗啲啦。系啊，好靓啊！普宁城隍庙去汕头，全程零高速70公里车程，1小时15分钟。应该冇人知啦，系咯，有个小公园中山纪念馆啊。小公园边度啊？有咩窿啊？月亮咯，见到啊，真系见到啊。个月亮有个窿啊？见到啊，真系夸张，系见到啲靓景，即刻一个人都缩缩地啊！小公园是汕头老城的核心地标及文化地标。这个是假的，但个箱呢？用唔到啦，估个箱用唔到咧？用唔到嘅喎。用唔到啊？哦，我仲以为真系有个人企喺度添，又是嗰啲。即系细个就实有呢啲啊，啲篮啊，好多噶，我哋屋企。系啲篮啊。系啊，有大大细细嗰啲嘅，即系潮州人中意用呢啲篮啊嘛。哇！呢、這个似唔似嗰个威尼斯嗰个中间嗰个广场啊？多人喺度，好多人喺度。头嘅小公园喎，俾压咗个单子，一啲都唔少啊！系咯，好多人喺呢个广场。对，小公园喎，下边呢个游客地方，好多游客。哇，好似拍戏咁啊！工厂手信咯，超多手信买啊！啲特色嘅小信手信，哇！100元一杯，咩嚟嘅咧？自行打包。哦，呢度买完自己上去饮，自助嘅呢度，自助噶，自己买完自己俾钱，个柜门一开就开到嘅，跟住上去自己食。有只猫咪，哇，好搞嘢只猫咪。小公园骑楼及街道，基本仿造巴黎街区样式，现时包装得比较商业化。哇，佢真系正宗鸭蛋，正宗鸭蛋做嘅。喂，苏联啊！来潮汕尝一下我们的名牌小吃，牛排、蚝烙啊！吃哈，
帅哥美女来尝尝尝一下我们的名牌小吃啊。佢唔係撈埋一齊喎，撈咗，中啦，佢先。嗰個鴨蛋咧，好難脱口嘅，係咩？係咪㗎？要喎，唔係唔滿意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晚上食到，老師都肥到喎，佢傾到。呢啲咩嚟㗎？哦，啲果粉啊，好靚喎。呢啲，多嘢食喎呢度，呢度真係。好有地標的特色啊！影啲乜嘢啊？影啲雀啊！嚇雀啊！白鴿尊啊！正式嚟講，呢個小公園其實係一個步行街，係汕頭一個好出名嘅打卡熱點。好多學生嚟呢度喎都。星期一喎。星期一唔使翻學咩？好。放學咯。幾點生啲？油金啊！因為我安心出行，我要等。系咩？咁得啦，梗系油金汁啊，对喉咙好嘅喎，话有益嘅喎，试下先。试下先。榄橄榄汁啊！阿里山公寓好特别一间。嗰啲石冻我哋嘅。包冻啊！石冻都系我哋啊！好。特色房啊，我哋。哦，呢个系大啲嘅呢个。我哋做一间特惠房，好，我十分嚟喎，冇，佢有个窗嘅都 ，OK 啊，你好啊，系啊，抵住啊，仲要，系咯，得咯，九十几啊，九十，九十六好似，唔记得九十六定九十二啊，有蚊扒小位，呢度有个细窗，有蚊扒桶。又話錯嘅，錯咗噶啦，好不經意喎，你錯得。阿三哥咧，三哥。啲地道啊，小店啊，好多啊。這是現切現賣的，呢個牛胸肥牛啊，仲有咩食啊？牛丸咯，味咧，味應該。The next day， 美好生活东北烤肉，食呢个午餐 buffet， 25蚊一位，个厨房喺里边。今次唔系食斋咯，今次有肉锅炒饭啊，炒面。我仲有啲嘢未出，即系而家仲好早啫。啲菜啊，上面都有啲嘢未出。喺度，仲有啲番薯啊。呢度仲有啊，呢度啲湯25蚊啊，睇下幾多嘢食，都唔知點解呢度可以平得咁緊要喎。不過見啲人咧，可能係當一個晏晝飯咁嚟食完就走，唔係當 buffet 咁食嘅有啲人。當然有啲都會係食 buffet 咁食啦，地方好乾淨喎，裏邊有鴨食啊，好開動食嘢。哇！有我中意食嘅菇啊，食葱油饼啊，食翻两片先。另一只葱油饼好似好香脆喎、啊，有鸡啦，又有鸡啦。不过我都系中意食下啲豆腐类嘅嘢，即系唔知压定我啦。夹个豆，哦，牛片，注意啊！我中意。好啦，哇，仲有沙律菜喎，菜喎，呢个位咧，食喎，真系多到啊，蛋唔差喎，啲样都冇乌蝇，起码有，饮杯热豆浆先，第一碟嘅成品，呢个哥哥嘅，开餐，佢哋啲人都 OK 喎，几有礼貌喎，呢度啲人，间间都唔错，其实啲人啲服务都。但系同其他嗰几次都系一样，食完要自己收嘢，摆翻归位啊！哎，呢个几好食，食咗啄咗几样嘢都几好食，唔错喎。又出咗啲生果喎，但系出咗啲新嘢啊又。热盘啊，啲豆浆好饮喎，就系、是、有豆味又滑。阿哥哥食第二盘啦，哇，好丰富啊佢。
哇！呢、這個就高水準添啊，細細粒嘅，好多嘢都好吃喎呢度，係好啱食啊！係啊，好啱食啊！呢度今日我諗坐咗50人到啦，25蚊一個人。對面係呢個潮汕體育館啊，好大嘅，我哋嘅停車場泊咗喺呢度嘅後面入，佢有幾個入口嘅，但係我哋啲細車喺後面入嚟呢度插坐呢個廣場渡輪1蚊船。黃昏好多人睇日落咧，就坐1蚊船就爆坐爆。我哋而家點零鐘嚟，舒服啲啦，睇下個海景啦。有船啊，20分鐘一班，1蚊雞，好划算，坐1個鐘，梗係唔係啦？一陣間就到啦。咁佢喺呢邊碼頭上船咧，泊車會比較容易。以我哋頭先泊車嘅體育館，收費都係幾蚊。坐呢程船最主要都是欣赏汕头沿海风景，上船可以接受支付宝支付，在支付宝里面开通汕头公交卡就可以支付到，一个人开通就可以帮几个人一起给钱，单一次的船程大概15分钟。现在就一起欣赏下汕头沿岸风景吧。这是一个货柜码头，现在过对面河，这里有个庙啊，都很高啊，好像人都应该揸车去都可以啊，揸车不知道揸车到得，应该得。兜完几多兜啊？系啊，哇！影下嗰边先。首先就呢个码头，对面就系体育馆，一路出嚟。有啲似我哋嘅維多利亞港，跟住入青衣一條高架橋，似我，係啊，幾似啊！大家都在拍这个沼泽位，好漂亮，好像湿地公园一样，就是这只船。哥哥你带我来哪里？来哪里？汕头啊，这里啊，汕头船咯，一蚊船啊，2蚊啊，1蚊不是1蚊咩？1蚊喎，咦系喎1蚊喎，我一路讲紧2蚊喎，1蚊啊，系喎1蚊啊，真系讲错咗，1蚊入，2蚊来回，系啊2蚊来回，系啱啊，讲得啱啊，2蚊来回。坐咗翻头咯，坐咗10分钟应该。你翻头咯？咩喺度要行噶？冇车喎，点行？行咯，唔得噶。行好啊，好行下啦。好，呢个渡轮广场搭过嚟嘅，好多蟹喎。系啊，呢个点解有个咁嘅地嘅？嗬，特登水浅咗啊，水退啊。但系只船都好埋岸啫喎，佢水退系咯，系咯咁埋岸嘅，唔会割浅嘅咩？系咯，好离奇喎。而家继续吸落去嗬。哇，好多蟹啊，真系。你呢度对面岸就系呢一个渡轮码头，跟住啲人都系攞落船，跟住上翻船噶咯喎。因为出到去出边呢个位，对面系小学，跟住呢个未开发嘅，啲人都出完去兜个弯，即刻翻入嚟。坐翻同一隻船走嘅，我哋都走啦，所以呢个有带团添嘅，跟团嚟都系坐呢啲船。走人！呢个海滨长廊啊，好长啊！呢个海滨长廊，朝头早嚟行下几舒服。呢度冇死人俾钓鱼。系咯。有冇人钓鱼？冇人。系啊。啊！呢度可以钓鱼嘅。就是呢只观光船，落嗰只船就坐一个钟咯，优惠价38，原价普通票就头等就贵啲48，咁啊坐一个钟啊，时间系睇有下午茶喎，呢个时间有埋下午茶咁搞嘢，系喎有下午茶喎，下午茶兜一个圈喺桥底度兜一个圈，好走人，我哋1蚊搞掂，好舒服啊呢个绿道啊，海滨绿道啊，几靓，条桥喺后边。而家天氣凍，有太陽曬住，係啊，涼涼地幾舒服，唔錯，山頭幾舒服啊都。
但係好旺喎，其實呢個汕頭好大啊，我覺得。呢個城市好大，比我哋之前去嗰幾個都大，最大呢個我覺得城市。係啊，但係都揾到間平酒店俾我哋，90几蚊。市中心嚟㗎都係。係啊，就喺正市中心啊。有車位泊㗎，泊街咗，喺街咗，要泊抄喎。唔抄牌佢話。啊！城市都有啲露宿者㗎，睇下點解有露宿者嘅我。见到啊，呢个露宿者，见闻热水供应喎，可以自己斟水喎喺度。搞笑。好，免费入场啊！呢、這个西堤公园啊，喺汕头嘅，车就泊喺门口啊，门口嗰啲烂地，觉得啲猫真系要小心啲开车，睇猫喺车底唞凉嘅，唔俾钓鱼，唔俾放风筝，禁止吸烟，好舒服啊！呢、這个海滨西堤公园。睇日落都好靓啊，应该。好，缩晒去睇下先，系啦，哇，个太阳几残眼。哇，真系有喎、啊，真系啄到外面都去。梗系有啦，吓系咁啄啊，不停咁食啊，食饱晒。远啲都仲有条大桥喎，条桥仲长喎，好似。翻香港噶。翻香港啊？你好想翻嘅？喺度几大一个广场，好多人喺度散步啊，喺度影相啊。个地图就好似镇嗰啲地图喺度噶，长发啊喺度啊，仁和街，跟住行到最终系乜嘢啊？镇江路、仁和街、德裕街、新潮兴街、打索街、安平路，行到中间会系咩咧？永顺街，行到去中间系咩啊？哦，跟住呢度啲历史啦，就系发展咗呢个历史记忆之流啊，世界记忆名录啊，桥批纪念地，有冇线电布局？嚟到呢度系咩啊？2015年嘅桥批纪念地啊，可能系风水学嚟嘅，啊，影下俾大家睇下。都好適合情侶嚟拍拖噶，嚇、啊！係，哦，吞泡，喺度吞泡啊，係喎，啲工作人員喺度吞泡喎，匿埋喺度，幾穩陣啊，唔錯啦，俾你瞓覺都正，係啊，你話驚上面嘅車跌落嚟喎，又要移過啲喎，你咁多嘢驚嘅嚇，安全唔驚。食啖先，嗯，够瞓啊你吓，嚟到都仲要瞓，两个都唔够瞓咁款吓，哇！呢条一人霸张凳俾你哋，好爽喺度，做瑜伽添喎喺度可以，系可以做瑜伽喎、啊，又嚟食斋，今次仲平10几蚊喎，听讲，哇，同人多人到。我呢个餐厅吓、啊，好入去坐低先。门口呢一截已经好多嘢食，一路行到入嚟呢度都有喎，呢度都系。影下先，佢个厨房里面嘅位置啊，雪梨啊，唔系讲笑，现场数过佢哋有过百款嘅食物，红茶、菊花茶，哦，蒸包，蒸包。虽然味道一般，但价钱25蚊系此趟旅程最平又最多菜款嘅自助餐。
哇！第一次見咁多嘢食嘅齋蒲飛啊，生果、涼拌菜啊。哦，不過呢個晏晝食完嘅應該有啲酸味，好酸啊！呢啲嘢綠嘢食都得喎，有菜綠嘢喎。哇！幾地道嘅筲箕，我自己綠嘢嘅。跟住呢度仲有，哇！多嘢食到啊，好唔好食就未知啊，啱啱食完先知啊。哇！終於行完啦，好似行完啦，應該有埋梅粉喎，幾有誠意啊！生果多到啊，前面啲冚曬蓋，我以為冇嘢食，原來仲有嘢食喎，影漏咗後邊嗰堆添。呢堆哇，真係多嘢食到咧，總之唔知係咩啦，但係總之就好多嘢食啦。總之全部都係齋啦，反正就係食齋嘅呢度。咦，啱啱送出嚟嘅喎，七菜蝦片都有啊。呢啲冇行口喎，呢啲炸嘢。有關影片資料及酒店詳情，請睇影片下面資訊欄。如果覺得影片唔錯，請俾 like。對影片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俾我。感謝收看。連卜卜脆都有喎，茶魚花生都有喎，食一粒，好食兩粒咯。糖都有喎，幾搞嘢啊！試下咯，好多嘢未見過我都。影到我冇，影到我都冇心機嘅。